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83面，683面第三行，从第三行看起。又此品光明着世卧苦，虽指光成四相，实则圆形一心，心慧则土慧，心卧则去卧，一夜无非自心之所现也。经中详明两土净慧，令之心业。这后面一段呢，这是这一篇的总结。这一篇经对于五浊卧室这众生造恶受苦啊，虽然经文上都讲的是四相，这四相从哪里来的？经教里面呢讲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设四相就是邪一心啊，因为相是心现的，是变的啊，从事就看到心。心静四相就清净，心慧呢这土慧，土是土地，山川大地，我们今天讲被染污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居住环境遭受到严重的染污啊，所以环保这个名词出现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30多年前，没听说环保这个名词，环保这个名词最近才提出来的，环境染污太严重了，危害到一般人民的健康了，这才注意到那环境保护现在全世界政府民间都很重视，能不能起效果呢？学佛的同学应该知道，不可能有太大的效果。为什么呢？心理环保没做好，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所以外面的环境永远
不会干净。啊，那环保要从哪里做起？要从心底做起。啊，你看佛法里头有个清净心，心果然到清净，我们的行为就清净了。啊，外面山河大地，自然就不会被染污了。啊，说到最后，还是说到一心。啊，一心确实是万法的根源。华严经上说的，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心恶呢，那样样都恶。啊，所以在大乘佛法最后总归到，一一无非自心所现。我们观察有情众生的心性，观察山河大地的现象，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净土还是秽土。啊，经中详明两土净秽，叫无量寿经里面，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啊常常来做对比。看到娑婆的染污，看到这个西方的清净，我们就知道从理上讲，极乐跟娑婆是一不是二啊，都是心现识变。那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心地清净平等啊，所以那个地方的衣报也清净庄严啊，那居住在现在地球上的环境，这个环境居民心性不善的灾难现前的为什么我们心性不善就会有灾难现前？这也是世尊在经教里头讲的很多。佛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像是所有的现象啊，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啊，所有的现象都是从心生的啊，境界小的说是我们自己身体，我们自己身体好不好，关键在心里，心好
你身体就好；心不好，身体就多病。啊，心转境界嘛，居住的环境也是跟我们心行有关系。啊，如果我们的心行是纯净纯善，那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的心行不净不善，啊，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们希望居住的环境好，啊，古圣先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诫，真能接受，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会变好了，啊，灾难就能化解。所以这部经里头把两个世界做详细的对照比较，让我们升起信愿之心，啊，对西方极乐世界羡慕欢喜，啊，对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我们希望离开，啊，用现在的话说，移民到极乐世界去，可不可能？难，不但是难，而且很容易，啊，不是难事情。移民到极乐世界的条件很简单，啊，只有三个字：信、愿、行。啊，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啊，有个恳切的愿望，我真想去。啊，行，就是经上告诉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能往生。啊，那么你们一定要晓得，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清净心。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讲习分享，说到菩提心，我说了20个字，啊，大家好懂。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啊，真诚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作用，啊，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对别人是慈悲，大慈大悲呀。啊，慈是娱乐，悲是拔苦，看到众生有苦难，我们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心叫菩提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住在娑婆世界的人没菩提心啊。如果有菩提心，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啊，纵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庄严，
也不会差太多。啊，菩提心是纯净纯善之心。啊，清净平等觉是纯净，大慈大悲是纯善。帮助别人，会以真实之意，不求报偿。这是纯善的，帮助别人有报酬有条件不叫纯善啊，是善不能叫纯，无条件的帮助别人这叫纯善。由此可知，菩提心就是纯净纯善的心，菩萨行就是纯净纯善的行为啊，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弥陀要戒人，娑婆戒自心所感之慧。啊，我们自心所感的不善呢，不善到了基础啊，就是所谓的心坏了，心不是真的坏了。啊，心被肮脏的东西染污了。啊，古人有个比喻，把我们的自心呢比作黄金。啊，可是现在的黄金在哪里？黄金掉在粪坑里面。啊，被这个粪坑包围住了，看不到黄金。啊，黄金是不是真的染污了？没有，你把它拿出来，把它洗干净，它还是黄金。这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说明的染污不是真的染污，真心不会染污。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心是清净的，丝毫没有染污。染污的是什么呢？叫染污意。八识里头的意识是染污。啊，意识染污了谁呢？意识染污了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可是六道众生迷失了真心，向来用事都是阿赖耶当家做主。啊，妄心用事啊，所以把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图扭曲了，变成六道轮回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知道之后啊，这才晓得六道原来就是十宝图啊！
啊，娑婆跟极乐实在没有差别。啊，差别就是在迷悟，极乐世界人的觉悟了，一切恢复的正常。我们迷了，迷了就扭曲了。啊，把清净法身变成现在的肉身。把一真法界变成现在的秽土，与别人不相干了，全是自己迷、自己变、自己做、自己受。迷久了，迷得太深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佛说清楚了，祖师劝导我们。理应应理啊，按理说我们应该要离开啊。极乐呢是自性所感之境，而自性境啊理应心求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离开娑婆世界求生西方净土，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生到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地方的罪孽，这个慧就是罪呀，就洗清楚了。啊，就洗干净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我们一个人带了一些肮脏东西去，到那边是实，啊，到那边呢是凡圣同居土。啊，虽然那个地方也不是真正的净土，但是承蒙阿弥陀佛48愿无戒修行这个功德的加持，我们住在阿弥陀佛的净土，这沾这个光。这一桩好事是其他诸佛世界里都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只有这一家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恩德，无与伦比啊。啊，大恩大德了啊，在那个地方居住，天天有机会听闻佛法，啊，弥陀在西方世界讲经教学从来没有中断。那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常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
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得三昧的，没有不开悟的，没有不成佛的。啊，这个地方修行好。决定成功啊，保证你成就啊。啊，佛的力量太大了。发心到极乐世界的人也太伟大了。为什么呢？发心起我向善。就发的这个心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离开娑婆是起卧，往生极乐世界是向善的啊。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磁场多好啊。今天科学家念力，那这个念力多大多强啊，这些是我们增上缘呢，帮助我们成就啊，啊，帮助我们断烦恼，连烦恼的习气都在极乐世界淘汰的干干净净啊，那。向上逐步提升，你看，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从方便土再提升到十报土，由十报土再提升到常寂光，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理由就在此地啊。我们如果不选择极乐世界，在此地修行，或者在他方诸佛刹土修行，多难啊，啊，非常不容易啊。断烦恼证菩提这一句话容易，很简单，可是你要去做的话，它真难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可怜到极处啊！诸佛菩萨看到我们都叹息，要可怜悯者，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呢？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没人教我们，啊，尤其我们生在这个乱世这个时代，啊，我们的乱世回溯到过去有200年了，好多代啊，啊，200年前是慈禧太后执政，把中国传统的教学就收获了，啊，轻视了。到满清亡国的时候，
传统文化的教学，佛菩萨的教诲真的衰了，到最近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了。那这半个世纪的人，也就是50岁以下的人，不但没有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思想被染污了。他们的言行那就更不必说了。还是佛菩萨慈悲。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佛非常感叹对这桩事情，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怪也。对现在人不懂事，不懂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自然法则。规是化缘，圆规。矩是画方的。你看三角尺，这个直角那叫矩。所以不依规矩不成方圆。现在这个规矩没有了，丢掉了。中国古代的规矩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现在完全没有了。佛法的规矩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度。佛门的规矩，你看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你细心去观察他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会违背。自自然然相应，这叫圣贤，这叫佛菩萨。佛菩萨虽然原谅我们，我们没学好啊，他原谅我们。我们自己要自爱啊，努力把这个课程补出来。过去不知道，现在遇到佛法了，遇到传统文化了，就应该认真努力的学习，要学得像。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规矩是要做出来的。规矩就是日常生活，日常工作，待人接物，规矩用在这些地方。还原观里面的四德，威仪有责，这句话就是把规矩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让社会大众来模仿，来学习。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贡献，对一切众生的真实利益。
啊，对菩萨自己来说是真实功德，对一切众生来说是真实利益。啊，所以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劝我们求生净土。啊，为什么？宴会需舍之就近，方无可舍，把它舍干净。啊，要能在短时间把它洗刷干净，那极乐世界是个好地方。啊，心净需取之就净，方无可取。我们要理会，要求净。到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才真正得到究竟圆满。啊，妙宗朝云，妙宗朝是智者大师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的注解叫妙宗朝，取舍若饥，于不取舍，亦非易彻。这一句话意思讲得深。下面舍不从事取舍，但上啊不取不舍，即是智理非思啊！啊，为什么呢？大乘佛法所说的万法皆空。性相也如，离思不二，有取有舍，就是有分别有执着，你就错了。啊，真正契入不二法门，哪里有取舍呢？离是没错，离上讲得通。那世上什么？你的烦恼习气没断呢？你没有大彻大悟啊！啊，你这个是解悟啊，不是正悟啊！解悟你得不到受用啊！啊，你所讲的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可是你自己的还在。这个起心动念都不善，你还在造业。那么你学大乘佛法也在造业。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智理非思，智思非理，都是大错特错。既废于思，离也不远。若达全思即理，则取也是理，舍也是理，一舍一取，无非法界。要解之说，四理圆融，妙其中道啊！
那大乘经怎么去读，怎样去学啊？所以古人读大乘没有问题，今人读大乘问题很大。为什么？读大乘之后智力非死。古人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古人从小那四个根扎得稳啊，他所读的大乘经跟四融成一体了啊，不像现在读人读大乘啊，离是离，四是四。啊，离好像讲的头头是道，四依旧是造作罪业，心里还是贪嗔痴慢疑，还是怨恨恼怒烦，做的事情还离不开杀盗淫妄酒。虽然没有杀生，杀的习气没断，杀的念头没断。啊，虽然没有偷盗的行为，盗心没断。啊，盗心总想占一点便宜。啊，所以理说得再好，行跟理不相应，啊，心行不相应，最后还是堕三途。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所以真正通达明白了，我都明白了，我不到极乐世界去，在这个地方修行，烦恼习气断不掉。你要想到这一点，那我还是要去。我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理事就圆融。啊，在这个地方他是决定圆不了的啊。不是治理非事，就是治事非理。治事非理是小乘。啊，大乘是治理非事。啊，这什么偏在一边，不是中道。菩萨行的是中道啊，中道是离思圆融极乐世界是大乘，是一乘啊，他讲圆融，他讲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啊，这个境界，即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你就见到。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价值，你能享受到。换一句话说，过菩萨的生活不是凡人啊，事事无碍的境界啊，弥陀天天在教学。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学习不会中断。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行住坐卧都不离经教。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听到阿弥陀佛说法的音声，啊，你想听什么经，
你听的就是你所想象的这个经典。啊，你想学什么东西？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正是你想学的。所以，无比殊胜修学的道场啊，到那边去做佛，稳稳当当。其他地方哪有这样殊胜的缘分？你都搞清楚了，都明白了，你才会真正发心求生净土。真正发心的样子，你现前在这边学习就会非常用功，学的就很入法。这肯定的。今天我们讲入法修仙，那必须从3个、4个根做起。你会很认真、很努力去做。如果这四个根不像，你在搞什么？你在搞佛学。你在这个世间学习，将来可以成为佛学家。可以拿到佛学博士学位。你有丰富的佛学常识，你智慧不开，你得不到三昧，你得不到智慧。那将来在李老师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就是说，你依旧搞六道轮回。一生所学的成就比不上一个老实念佛的老太婆，那个老太婆很可能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你这个佛学大家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这就错了，真错了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你不能不真干。真干是要吃一点苦，为什么呢？该习气，不能任性。该习气是很苦，可这个苦值得。你改过来，你才真正能往生。你不改过来，还是随顺习气，你往生不了。记住，待业往生不待现行，这句话重要啊！这祖师常讲啊。好，这一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继续看下面一篇：重重会勉第36。本品。为这福众生的恶业，而是毁灭。首先，恶因恶果，令之危惧。后面呢，这劝导我端正身心，不忘功夫，以免败毁。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受，辗转相生啊！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
好赌，自相搅扰。这一段念老的注解有明说明，无无痛无烧，相生之祸啊！无我是你造的啊，就是无界是善，全都破了啊！杀道阎王酒啊，十善里面加上倭寇其余两识啊，一窝是贪嗔痴，这些东西不断呐，啊，无痛花报，我们讲现世报；无烧是来生，三途苦报。啊，无烧实际上是指地狱。因果循环了，叫相生了。啊，不善的心行，感不善的果报。啊，这叫灾祸，自作自受。家乡俗语：辗转相生者，名三毒。不除我不觉，我果不息。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这段时间里头，是好事，不是坏事。啊，灾难对我们来讲是逆增上缘。啊，为什么？人在苦难当中容易觉悟，容易回头。啊，佛法有味，富贵学道难。啊，这个比喻是天道啊，福报大了，乐多苦少啊，他不想学道啊，这种舍利娑婆求生净土的心很难发啊。他觉得我现在在此地不错，我活得很快乐啊，很自在啊，很满意，我何必要求生净土？啊，他这个心发不出来。啊，那最容易发的叫人道，人道是苦多乐少。啊，这小康之家了，他对苦乐的感受很深。如果听说一个
能够离苦得乐的人，他会动心，他会向往。啊，佛在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三悟、三途，三途是心、贪嗔痴，三悟呢是杀道也。啊，这个东西要不除掉，我就不会断绝。啊，为什么？他遇到缘，他就造作。啊，造作后面就有苦果，这个果报称是三途：淫欲、鬼道啊！啊，那是属于贪呢，贪爱呀、啊，生物鬼道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啊，这三种恶念最强，所以他很容易堕三恶道，而且堕三恶道的时间会很长。三恶道的果报受尽了，就像人间你犯法啊，判徒刑了，判了10年啊，10年刑期满了，你出来了，出来呢这又到人道来啊，到人道来怎么他又造业，不是他习气在呀、啊、未断呐 啊， 啊，人道的时间短，短短几十年造了许多罪业，死了以后又到三途，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鬼王看到这个罪人啊，离开地狱到人间去了，怎么一会儿又回来了？就这个意思啊，三善道的时间短，三恶道的时间长。这个事情没人知道啊，所以众生不救。我们要不遇到佛法啊，传统文化里头讲的没这么深刻，没这么清楚啊，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传统文化帮忙不大啊，我们传统文化没有断欲，没有断欲，做再多的好事，你升天也只是欲界天，而欲界天里面最普遍的就是四王天跟桃李天，夜魔以上就少了。夜魔以上需要修定呢、啊，需得有一点智慧呀、啊。啊，专凭行善积德，啊，修福，最高的只能到桃李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出不了轮回，那总不是个办法。利就近苦，得就近乐，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状况之下，除求生净土之外，没有第二个条路。
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经上用这么大的篇幅教我们什么？断悟修善啊，作为往生的资粮啊，也就是作为求往生的条件啊，没有这个条件不行。人家那个世界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们首先把这个条件取得，啊，经中最高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本经从32品到37品讲戒律，6品经讲戒律，啊，都劝我们断恶修善。啊，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将它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涉及第二条了，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啊，落实在《沙弥律仪》，其他的太高了，做不到。啊，能够这四个根扎稳了，我们取得的条件就是偶业大师为我们实现的最低的标准。啊，偶业大师出家受比丘戒，自己退了，他是学戒律的，知道比丘戒决定得不到，啊，所以自己退比丘戒，守住沙弥戒，啊，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啊，这是什么？名副其实，他真做到了。啊，有这样的条件，别人向他请教，以念佛将来往生，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啊，偶业大师告诉人，我能够往生，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四个根就是让你稳稳当当取得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这个下辈是下三辈，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偶遇大师讲最低的标准，啊，下品下生。啊，为什么下品下生就满意了呢？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弥陀大愿里头，这第20愿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例外，没有说，意思就说明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
啊，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要懂得，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啊，什么人才能称呢？十报土的菩萨是阿惟越智，就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那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他享受的是化身菩萨的待遇。我这样讲，大家就好懂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就是跟十报土的菩萨是一样的。啊，十报土里面那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所以阿弥陀佛加持的，那就是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通通都得到阿惟越智的待遇，这可不可思议啊！啊，我们这个经后面都会讲到。啊，生极乐世界有这样的殊胜。那换一句话是，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就有能力跟这些大菩萨一样，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啊，十方世界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众生，他有苦难，他希望你帮助，你就能够现身去帮助他，为他说法，有这种能力啊！啊，现什么身呢？像观音菩萨一样，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他想见佛，你现的是佛身；他想见菩萨，你现的是菩萨身。啊，现什么身不是自己的意思，他的意思，随他的意思现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你全都有啊，不是你修成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给你的。啊，你就有这个能力。啊，这是净土无比殊胜的地方，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到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十方世界众生，你的亲戚、朋友啊，你的亲人有灾难，你看到了，你听到了，这信息你收到了，你就能帮助他。啊，又会说曰：“无我是因，勤苦是果，一果皆因呢，辗转相生呢。”啊，先痛后少，现世痛，后世少，相因而生苦。两说俱名相生，但未详明辗转之意。啊，相生这个意思说清楚了，辗转没说清楚。啊，静心，静心与妄息明之。啊，这三位祖师注解里头有：初名卧身痛少，次名呢烧身卧痛。干什么呢？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这就叫辗转。
换一句话，这是说明六道里头的真相。六道太苦了，为什么？迷惑，惑业苦啊，辗转相生啊。那不善的因带来是恶报，受恶报的时候不甘心不情愿啊，怨天尤人，又造恶因啊。哪一个人在受果报的时候啊，甘心情愿，真正不怨天不尤人啊，自己反省改过自新啊，这种人少啊。啊，受一点点小小不如意就怨天尤人。啊，那么这个罪是越来越重。今天我们为什么遭这样的大难？没有别的，这就是生生世世恶业的累积。累积的太多了，这下爆发。能不能怪人呢？不能。啊，以再大的灾难要甘心情愿承受啊，我自己造的，我应该要受。啊，这才能消得了啊。不甘心不情愿，麻烦可就大了。啊，生生世世你都要受。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丝毫不爽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那三途就是我们心里头贪嗔痴慢疑，一切不善果报的因，这个因要是不拔掉不除掉，我们的恶造恶就是杀盗淫妄，就不会断绝。啊，杀盗淫妄不会断。地狱恶鬼畜生的苦报永远不会止息。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现在我们世间，在这个世间受的这些苦难，这是现世报，这痛啊。啊，可是死了以后三途那就少啊。少是地狱。啊，地狱说老实话，很容易去，很难出来。啊，我们只要把灌顶法师念佛一百种果报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多少念头，
多少不善的心性跟三恶道相应，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没造嘛，这话没人敢讲啊，一对照就清楚了啊。真正学佛，修学大乘，修学净土，这跟讲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是什么气象呢？这世间万缘放下了，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一向专念，其他的呢不问不问了。谁做到了？乡下老阿公老太婆他做到了。这是造孽。李老师常常告诉我啊，老师说我想学，学不上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知识分子不如老太婆，老太婆真能放下了，知识分子说是说，没真放下了。那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例子，大概40多年前，高雄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这真的不是假的。讲经教学一辈子，往生的时候是躺着往生，不是站着。人家预知时至，这个老太太，你说她没有智慧，我们觉得她很了不起。你看他往生怕家人干扰，他不说，没告诉家人啊。往生那个时候晚上，他知道时间，吃晚饭的时候啊，他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去洗个澡，你们吃饭啊。他跑去洗澡去了啊，儿子媳妇很孝顺啊，等老母亲啊，洗好之后一起吃饭。没想等得很久，老太太没出来啊，到他房间看看，真的他是洗了澡了，喊他没人答应，最后找到佛堂。他穿上海青干干净净衣服，穿海青拿着念珠站在面对着佛像，站在那喊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站住走的啊，没有任何人干扰他。距离我们不远，我那一年在佛光山教书啊，佛光山一个长工就是将军乡人，是他们的邻居，告诉我亲眼看见的。他劝我们念佛，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到往生这么殊胜。
啊，这些人的时候是给我们做正转，这三转法轮者做正转了，我们这是劝转的。啊，他是做正转了。我们把经教做出来给别人看，那是示转。啊，示现讲清楚讲明白是劝转。啊，他往生表演给你看，给你做证明。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啊，他为什么做不到？做到了，放下了，没别的。啊，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放下就有这个本事。啊，那我们现前处的这个环境，你能不放下吗？不放下就错了。啊，你放下了，告诉你，灾难没有了。世间有灾难是别人的，没有放下的人有灾难，放下的人没有了。放下的人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啊，他有把握吗？他没有障碍吗？啊，一切统统要放下。啊，身心世界都不能带走啊。啊，连身体都放下，不要执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人得大自在了。啊，灾难现前，他就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一样。啊，我这个比喻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他心里面安，心里头自在。啊，不起心。不动念，啊，看什么呢？看自然现象，啊，宇宙之间大自然的现象，啊，看夜莺果报，丝毫不爽，看这个东西。啊，所以慧疏这是日本法师的注解。啊，无我是因，勤苦是果。啊，勤苦是什么？是你在造业，你造得很勤呐。啊，造极重的恶业，你的享受不是乐是苦。啊，一果皆因，辗转相生。果是三途，因是三途，贪嗔痴。果是地狱魔鬼出生。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在现世所看到的是他的痛苦。啊，死后他是三途苦报。啊，往昔云，
初名沃森少童，次名少森沃童。啊，沃业感受现前的苦报是童，来生的三途是少。然后再说，在地狱里头，啊，堕落在地狱里头，又生恶念，又受痛苦，没有遇到佛法。不会醒悟过来，造恶受报，不甘心，不情愿啊！特别是看到别人，那个人造的恶比我还大，为什么他没有报应？啊，报应来我的，老天不公平，在发牢骚，起怨恨啊，而不知道那个人造恶业。他先是我们前面读过，先是他修的大福报，他福报还没有享完，所以福报经营在护持着他，他的福报享也享尽了，他造的这个苦造的这个罪业就现前了，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你过去生中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随造一点罪业，你的罪报就现前了，是这么回事情。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的罪非常重。啊，冤枉一个人。罪都很重，你冤枉佛菩萨，你冤枉圣贤人，那个罪就不得了啊！啊，《净严疏》里的书，初名从恶生通生少，下面呢，名从少啊，又生恶生通。今先同言啊，是为恶与少通互相辗转而生呐、啊！啊，恶生痛烧，故入恶趣。但恶趣众生三途迷生，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贪嗔痴更厉害啊！人间贪嗔痴很可怕，鬼道的贪嗔痴比人道还凶啊！故少复生我痛，如鸡生蛋，蛋又生鸡，彼此辗转而生，何有异事？这个意识就停止，没停止的时候啊，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啊！故下云：“感有犯此，此我也；感犯我者，必当永戒辗转于我道之中。故云：当离我去。”啊，离是经历，恶趣是作恶自招之苦。啊，故举果相啊，一切众生令止我因也。这话讲得很清楚了。啊，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不敢再作恶了，知道作恶
你就决定离不开三恶道，对，当离我去。于是我们明白，作恶自招果报，所以不敢作恶啊，不可作恶，不敢自招。啊，那我们想改善自己的环境，希望生生世世不遭这一些不善的果报。那就应当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从什么地方下手？从认真学习《弟子规》下手。为什么？孝亲尊师，世出世间善法的大根大本。你修不从根本上修，你永远修不成功。啊，根本上修，你就是认真把《弟子规》落实。落实，先是事，后是理。如果事上不能落实，理你不会透彻。为什么佛菩萨祖师大德了所说的能摄受人心啊？我们一般人讲经讲得再好，天花乱坠，但是不能摄人心。原因在什么地方？人家有行的功底啊，他做到了。做到了，那个言语吐出来是从真心里头流露，那个东西能感动人啊。没有做到，你所讲的是口里头流出来的，不是真心。是从哪里？是从记问之学里头流出来的啊，那是妄心，不是真心。只有真心才真正感动人，感动天地鬼神啊，感动山河大地，那真心呢、啊、这你不干着用心不同啊。啊，真心没有别的，它就是真干，真干就是真心，学了不干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这就是世间专家学者他们的习气啊。我们常讲的佛学、儒学、道学，这是不干的啊。真正干的那是学儒、学佛、学道的真干啊，五戒真做到了，六波罗蜜真做到了，这就是菩萨。如果普贤十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都做到了，他是佛，从菩萨又升了一级了，他是佛。普贤十愿，四十八愿是如来的心愿。
你落实如来的心愿，你怎么不是佛呢？啊，落实《弟子规》《感应篇》，你是世间的圣贤。啊，落实三规五戒十善，沙弥略依，你是佛门里面的小圣。啊，真正发菩提心，落实了，落实菩提心。啊，刚才讲的时候，落实六合六度，普贤十愿，你是菩萨。啊，所以这个等级是自自然然向上提升的，我们都清楚，都明白了。啊，真正清楚明，就真干，真就把它落实。啊，那什么灾难全化解。啊，你受不受灾难？不受。灾难真正来了，身体随着灾难毁灭了，你自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阿弥陀佛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他就现身接你走了。啊，所以你没有受到灾难的。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的学佛全是假的，全落空了。或其经世至世中见之。啊，这是第二个小段。或其经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了，世中见之。啊，这叫痛啊。啊，所以名无痛也，这痛啊。那现世之花报，那叫现世报。这个背是受，病是疾病，主业病也，业障病。殃是殃祸，水火之灾，刑罚之祸，等等皆是。啊，你现在世间受病苦，啊，这些我们亲眼所见的，我初学佛的时候，啊，这是出家了，啊，在讲经的时候，啊，有一个听众跟到我不少年，啊，也是台湾一个财主啊，现在讲是企业家，啊，很富有，啊，在台湾是很有名的。啊，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他听我讲经听了不少年，
是他的一个媳妇啊，第二个媳妇。以后晚年呢，这个老先生生病了，老人痴呆症，躺在床上，一口气不断，三班护士照顾他。啊，我给他家人讲，他们家人不相信。啊，我是劝他，把他用在医药，这些钱，这么多的钱，那就不是。那么他就会有两个现象，一个呢，他要有寿命，他就好了，他就正常了。如果他寿命到的话，他就走了，他就不受罪了。啊，一定出现这两个现象，他们家人不相信。你说每一天三班护士照顾他，大概一班是两个人，这家里有钱吗？啊，医药的费，每一天开销都不得了啊，那普通人家是做不到的，啊，十几年。啊，才走。走的时候，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啊，那么他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清楚了。三途去了啊！啊，那么多的这个财产，他享受。是躺在病床上享受，享受十几年。啊，这我们亲眼看到的现象。所以善恶果报啊，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今天不但有病苦，还有灾难。啊，这个灾难，科学家预测是史无前例呀！啊，过去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么严重的灾难。我们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应对？那就是断恶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对了。啊，再看下面文，说作恶之人，于现在时，或生重病，或招灾祸。求生不得了，求死不得，忧苦万端不能处理，故云死生不得。下面说，世中见之者，贤此恶果，普令大众啊，皆得见之。令之因果不虚而生戒惧。这些事在现前社会到处都能见到。啊，见到之后怎样呢？
见到之后我们就麻木不仁了，见到若无其事，那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没有感触啊。啊，如果是菩萨，菩萨的警觉性非常高。啊，他看到果，就想到因；看到因，就想到果。看到你现在在造作的，这是因，他就知道将来的果报；看到现在你所受的，他就晓得过去做的因。这是一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的人呐。啊，所以明白人在这个世界，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通通长智慧。啊，迷惑的人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啊，生贪嗔痴慢疑，生怨恨恼怒烦，啊，干杀盗淫妄，这是迷惑的人呐。啊，觉悟的人不然呐。觉悟的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长智慧。啊，处处都在警惕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断真心念，啊，这叫修菩萨心，这叫发菩提心。啊，下面云：或于受宗入三恶道，乃后世之果报。这名无少啊，造作恶业，肯定到恶道受报。啊，恶道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清楚明了，恶道是自己恶业变现出来的，啊，自然的变现的，啊。恶鬼地狱出生，没有人设计，啊，没有人去建造，全是业报现前。啊，那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观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一生当中所有的机遇，也是自己业报所干。同样的，没有人在策划，没有人在设计，没有人在制造。啊，你要看清楚了，想明白了，经上讲的话，我们就五体投地。啊，真的佩服了。不但不再怀疑了，完全接受了，完全相信了。啊，佛说的话真不错。啊，经上所讲的全是事实真相啊。啊，愁痛这是现在的，忧悲苦痛。我们先前所受的啊，忧虑、悲伤、苦痛啊，苦毒那是死了以后三途果报，极惨之苦痛啊，焦。就是被火烧了，
啊，燃是燃烧，啊，这都是讲地狱果报。啊，会说曰：“皎然，玉壶居貌啊，形容地狱里头的玉壶。”啊，自者呢，自业所感。故曰：“自然皎然，自相皎然。”啊，所以人不能造物。造物没有好处啊！啊，那为人为什么喜欢？经典上有个比喻，比喻着刀头是蜜啊，锋利的一把刀，刀上涂的是蜂蜜，愚痴之人，哎，这有甜头。啊，甜头尝到了，舌头也被割掉了。啊，这个比喻是，眼前一点点的小利，就诱惑他，他就感造罪业。啊，起什么呢？起杀盗淫妄的心。他要造业。啊，他想获得这一点小利，啊，敢做杀盗淫妄，那么利他得到了，说实在话，是他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你造这个罪业，你得享受不到这个利益。因为命里没有啊，得到这一点小利是你命里有的，你又何苦呢？你不造这个业，迟几天得到；你造这个业是提早几天得到，这何苦呢？所以因果报应它有个缘，无论是善是恶啊，缘成熟了，果报就现前。啊，聪明的人有耐心，缘不成熟不动啊。啊，等待机缘成熟，啊，自然就有丰收啊。啊，像我们种稻米、种蔬菜，一定要缘成熟，它长成了。你才去收割它，啊，还没有长成，还没有熟透，你去收割它，生的不能吃啊，吃了要生病的，啊，所以得有忍耐，啊，有耐心去等待，不贪小便宜，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啊，你要是取了。后面肯定有灾难啊！先前真的有忧悲苦痛，死了之后有三途恶报，这那何苦来呢？真正了解，真正明白，他才真正相信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决定不敢作恶。啊，不敢恶不，不是说恶不敢做，他连恶念都不会生。这真正有智慧，真正聪明人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